Hello，各位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调香师。好啦，这一次呢，玩的是这个特殊的皮肤造型。我们先来丢个雪球好了，这个是一个新的抽到的。好，俏皮就是俏皮。对，身为一个贵妇呢，丢雪球呢，怎么可以这么狰狞？怎么可以用单手丢？肯定是用两手这样捧出去、丢出去，这样才可爱啊，对不对？纵使可能跟别人玩起来会很无聊，但是至少就是一种气质的展现吧。我只能这么说了。那这一集呢？主要的目的呢，是要玩得像贵妇一样，就是要非常的优雅。那本身你看那衣服就是很贵气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对，就是玩得很优雅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呢，哦，我们这个盲女呢是这个好像是电波，是不是？电波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银皮哦。好，那紫皮是不是银皮？我怎么讲的是银皮？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呢来介绍一下阵容。那阵容呢是祭司一个，然后医生有三个，盲女一个，巫女一个，园丁一个，还有一个我调香师。好的，然后有没有看到涂鸦？这个应该也有抽到吧？这个涂鸦会是变换的，就是如果把它放在比较明显的地方的话呢，就会非常的招鬼。对，来了，是我造成的吗？对不起哦，被打一下，马上喷回来。OK， 那现在呢，我们可以玩的它，我怎么卡住？刚刚有点小卡，又卡小卡。刚刚是不是又卡了一下？我又卡了。这现在是慢动作吗？就是慢动作重播的意思吗？就是定格的画面吗？有点像电影处理的特效。不过会这么卡的原因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不得而知啊。不过哎呦，那现在不回溯，对，就是不回溯。有要回溯是不是？不动了。那我现在拆蜘蛛网。好，拆掉了。还是不动。怎么了？它是卡住吗？还是陷阱？这对疑心病很重的人会觉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卡住还是陷阱？啊，好啊，没关系啊，就这样啊，我们就这样对峙啊，对峙下去，直到游戏结束啊，怎么样？你就怎么样？意下如何？意下如何？一直问别人意下怎么样？因为我是调香师，所以我全身上下都一定是香香的，包括腋下。那蜘蛛我就，不好说了，我也不想尝试，万一有生命危险怎么办呢？其他的勇者去吧，去尝试看看，然后再告诉我心得。若万一你一去不复返的话呢，我大概也知道心得是怎么样了啦。我看一下，我跟上来了。你果然是刚是装的，还有没被你骗？可恶，差点被欺骗感情。好的，那现在呢不用理他了，我们走吧。我们现在好，离开这一区，没发现我。哦耶！那现在呢？我就很奇怪，名字叫十只沙，但是后面却背着一个类似闹钟的东西，还是钟摆的东西，应该是要背个沙漏吧？是不是？好吧。哦，对了，各位知道十只沙的意思吗？十只沙呢，就是沙漏的意思。那应该背闹钟，感觉会比较直观一点呢、比较容易去联想时间的问题。但是这个造型呢，其实是对自己完全没有任何帮助。为什么？因为完全就是给别人看时间而已啊，自己看不到啊。喂，有人在吗？我要买止血剂。好，谢谢。哇，马上就送到了，我这速度超快的，而且不用运费。运费应该含在购买的金额里面了。那到底是谁送的呢？不得而知，这很恐怖的，不要问。那现在呢，看到另外一个监管者是红蝶姐姐，然后医生被抓了。然后现在呢，看什么好东西？好的，工具箱。工具箱不需要，我不需要工具箱，因为我一堆工具人给我使唤了。好的，那现在呢？刚说一开始说完的优雅，然后现在马上就忘记这回事了，这怎么回事？哦，又是我们的电波！哇塞，我上次有用盲女，然后用 DJ 的感觉，哇，那这一套衣服如果用来做 DJ 的话，应该会非常有感觉，真的，彻底的 DJ 的感觉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继续涂这个非常浮夸的涂鸦，可以再变换的涂鸦。好，那这个跟盲女去破音的速度就是非常快。那我自己要本身要小心，因为如果我暴击的话呢，回退三倍，对，回退三倍是非常恐怖的，所有队友都怨恨你的那一种。OK， 我们现在呢看到了医生已经在倒数了，然后有人去救吗？感觉好像没有人去救他哦。那意味着他只好飞了。好了，拜拜。那现在呢，医生要被救了，了不起。哎呦，红蝶在这里，等一下哦。好，过去，非常优雅的移动，
非常优雅的拿着这瓶金色的香水。哦，这香水里面装是什么？石之沙，哎，该不是装沙子吧？哎，不是，不会那么肤浅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救另外一个，是谁？医生 ，OK， 医生还要倒数，还有16秒，看来我是来早了呢。哎，玩这种逃亡的游戏真是浪费时间呢。我的司机已经开着劳斯莱斯在大门口等我了呢。其他的人呢都非常狼狈的逃跑，啊，然后赶快逃出去。我不是，我只要出去的话呢，我就直接坐车走，好吗？这不是劳斯莱斯的业配。不过老师也是看到我的话也可以找我啦，本人不排斥哦。好，急救掉了，那现在我们来信船，然后上二楼买个东西，5000多块了。好，上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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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坡，上坡很吃力。好，缺乏运动的话呢，上坡就会非常吃力，动不动就是喘气。嗯，对，我在说我。好的，那现在我们的护士呢已经抢先一步的去购买了。哎，这是女人的战争，女人购物的战争，好像东西不用钱一样，是不是？抢成这样，实在是哦。好的，我现在上去了。好，来打个电话。喂，有人在吗？我现在要买幸运剂，加速剂好了。对，我觉得加速剂比较实用一点。OK， 好，技师剩下10秒倒数，不过距离有点小远，我觉得赶不上了。好像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真的觉得太远了。好像在哪里，远在天边的感觉，一直走都没有拉近距离的感觉。好，吓到我，有刚才是真正的盲女，没想到是涂鸦。好的，剩下两条破译机了，现在破译好了，这边破译吧。哎，哎，不错哦，我那现在6分多，还有两台破译机，然后只飞掉一个，算是非常有效率。这个蜘蛛似乎是不太会玩是吗？因为蜘蛛如果会玩的话，应该不至于这么狼狈啊，还是我们太强？好，有可能是我们太强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能放弃这个选项，也是有可能的。哦，趁着破译的时候来聊一下名牌吧。你看，像是贵妇呢，是绝对少不了名牌的，像是 Yves Saint Laurent， 或者是 Anna Sui， 或者是 Gucci， 还有我很喜欢的名字 Bulgari， 还有 Givenchy， 就念起来非常的有那种感觉，人家就觉得你很厉害。纵使私底下你买不起，但是呢，至少你会念 Givenchy。 我现在才破一半多一点点而已，再撑一下，撑住啊。好，撑不住了，放上椅子了。啊，我现在还有一个香水，一个变幻莫测的魔术棒，一个棒子，一个香水。对，哦，真的是掌控时间的女人啊，一个回收，一个分身，弄到你神魂颠倒。好，先来救，救到了，走，云林跟我走，我等一下帮你治疗。等一下哦，哎，哦，我们的往昔小护士也来了。好，一起摸，速度比较快。哦，有买止血剂就是不一样的，非常快。哦，再加上护士，超快的，这只能是膜包性的治疗啊。好了，快治疗完了，往下就好了，超强。好，我们的技师也受了2次伤了，所以有点危险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，先买东西。哇，我好像买的差不多了，快变成调香师完全体了。看一下忘忧之香，再买一个好了，然后把这个魔术棒替换掉。好，这样我就有两组香了，至少可以牵制一下。我要去救蜘蛛，我要去救蜘蛛干嘛？我要去救被蜘蛛抓的医生了。不过他在地下室有点危险，算了，不行了，我们先上去好了。等一下蜘蛛好像追上来了。哦，等一下蜘蛛要来了，香香 time。 哎哎哎，卡住，好，算了，没关系，还好可以回溯。好，临时之间，哎，临时喷了一下，哦，再喷一次，好，再回溯。好，不要忘那了哦，不要这样玩哦，好危险哦。等一下电闸开了，现在一刀斩，好，可以再来一次，来啊，来啊，好嘞，我就是不下楼嘞，以为我会回溯吗？我已经训练很久了，就是为了训练喷香水的时候不要有强迫症。哎呦，蜘蛛好快，等一下，我，哎，哎，还可以再喷一次。好，再打一下 ，OK， 没了，用完了，我全部用完了，而且拖了不少时间呢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其他人应该……哦，大门开了，大门开了。哎，那蜘蛛还是继续追我吗？蜘蛛，你应该要放弃我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不忙一下吗？其他人都要走了，你不忙一下吗？你这样一直追我，好像不是很好哎。好吧，持续追，我就完蛋了。蜘蛛失残到了，然后这边是死角哦。好哦。倒地了，好，你可以满足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他是不是意识到拖太多时间了？所以，
放椅子都不放，直接去大门。不错，这个选择是对的。对，不过应该来不及了，因为我可以治愈呢。等我一下哦，等我一下，先不要回来哦。好 ，OK， 太好了，已经结束了。我们现在马上就能走了，不过先往旁边绕一下，避免他再绕回来。哦，红铁在那里。OK， 哦，蜘蛛果然是绕回来了。他应该以为我走了吧？希望他以为我走了。好，他没有上楼，那意味着我还有机会买下东西，然后赶快逃跑。好，已经跑了几个了？跑了三个了，还有园丁和我而已了。寂寞，园丁，赶快先跑掉，不用理我了。我先买个球，然后再冲出去就好了。球，好。不过呢，刚看到大门开着的讯号，但是我没有，因刚刚在被蜘蛛追，所以我不知道哪个大门开，会不会是靠近我的这个？好吧，赌一把了，跳下去直接冲了，是不是？有人吗？有进患者吗？没有，剩我一个啦！快点啦，大门开了没？这个大门到底有没有开呢？抱歉了各位，生命要紧啊，冲啊！哎，前面是比赛的终点线呢，耶，达到终点了，刚好赶得上下午茶的时间。好啦，以上呢就是我玩调香师的影片咯，玩的好像没有很贵妇哎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按赞咯。想持续这种频道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我，然后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另外 IG 呢也别忘了追踪我。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好吧，既然逃出来了，我要跟各位讲一个秘密，那就是呢，其实没有劳斯莱斯，也没有司机接我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不好意思，骗了各位。嗯，原本就没有人相信是吗？